就是我的蛋包嘛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么你要，是啊，我要，你等一下弄好，你继续泡在这个盒子，好不好？对对对 ，OK。因为我现在要必须要去接人家下班。哦，那我不要再磨了。啊？我不要再磨了。没关系，你继续磨你的，我们不会影响你。